人怎么样？我今天在你家睡，你怎么心事重重的？没事儿，你不说就回家睡一去。以前又不是没睡过，你害羞什么呀？起来，我要睡床上。你不说就不让你睡。起来，不起，上你了啊！你来啊！哎，过年我奶奶自己在家，我得回去陪她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奶奶，依依啊，哎，这钱是奶奶一直给你存的，就想着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啊，买个房子，娶个媳妇儿。不过这几年物价涨得也太厉害了，才不到十年，原来这笔钱什么都够用，现在啥也不行。这钱你收着，密码是你身份证的后六位。哎呀，奶奶，我不要这个。依依，奶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本来就是盼你有一个好的前程，一个好的人生。